比如说我先知道我大概会去宜兰玩，但是我不知道宜兰哪里好玩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会怎么样？先找景点，再看评分，一定要4颗星以上的。哎，真的屡试不爽，4颗星以上的，大概稍微瞄一下，哎，不会太差。所以我那一天就是这样的，我就是4颗星的啊。出发前我不知道去哪里，就先找4颗星的。然后呢，他就列出几个4颗星的，然后我就看4颗星的，比如像什么，哎。因为带小朋友出门，我不知道去哪里，哎，看到这有什么可达休闲养场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觉得不错，我要看一下评论，哎，评论还不错。评论的话呢，哈，就会有人说不错，然后甚至哈，我也会这边有一个人讲说非常，哦，因为他很好玩啊，他大概花了100块，然后进去他就给你，哎，5个就过5关，第一关就喂小羊喝奶。光喂就喂了大概10分钟了，小朋友在那边玩很久，才花啊还没有啊，在第一个、第二个就喂那个喂兔子，给你很多红萝卜，然后你就在那边嗑嗑嗑嗑，哇，很好玩的，那个好多小兔子就跑过来给它吃，哦还没完，然后呢还有鸭子也可以喂鸭子饲料，还有大羊你可以给它那个长的饲料，那个羊很多，然后在那边公羊还在互撞，扣扣扣，哇，好刺激。而且建议是非假日去，因为那天刚好我礼拜1去，完全没有人，只有我们家的人，哇，那边玩很愉快这样子。然后最后呢，他要最后一关是喂人，他给你一个羊奶的巧克力，好，然后喝起来，哎，100块钱，在那边待很久，好 ，OK。然后所以有个，后来我就想说哪里好玩，然后附近又看到，哎，酒厂我们不喝酒就没去哈，所以看到这边有个这个。太阳皮这个有没有？那我想说，哎，这还蛮漂亮的，就点进去看一下，哎，果真是不错。然后还有评论，哈、哦，不过评论我也会加个评论哈。哎、哦，真的耶，哇，好漂亮，完全没有污染，里面还有好多鱼哈、哦。而且那天刚好也是没有人啊，所以底下是香草飞飞，应该都有去过吧，我不知道哈、哦。啊，底下有很大一个停车场，你就如果没有位置，你就停在那边，走上来，哎。还蛮不错啊，旁边因为没有人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在那边野餐哈、哦，然后就坐很久，哎，这样就可以耗掉很多，而且非常的自然，空气又清新，而且完全没有花到什么钱呐、啊，哦，这当然也不是重点啦、啊，最重要的是感觉还蛮好的，所以如果说将来我们要规划一个行程，那你出发前是不是可以弄个 APP？ 哎，不是，就是也许类似像这样的哈、哦，导览一下哦，比如建议行程。然后呢，跟人家分享，哎，其实感觉还蛮好的。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哈、哦，最后做出来你会发现这个缩放都没有问题，因为我宽度是 auto， 有没有？它就可以自动缩放。那下个礼拜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好、哦、变成动态的，因为今天只有一个。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第2个、第3个，所以前面需要个清单，点击它之后跳进来的就是另外一个景点。好、哦、啊，当然这个东西哈、哦，如果WEBVIEW网站。包完之后可能就不行了，所以刚刚有同学试用 WEBVIEW OK 了哈，直接就是把它再放到 WEBVIEW 里面，啊两边就可以切换哈 OK， 好画面呢还给各位一下哈，那请各位也可以回家试试看，就是说大概找个几个景点啊，因为清单里面也许你就是将来找个4颗星的几个景点，然后你可以把它哪个区域的做一个安排，1、2、3、4，这样出发前的话啊跟。亲朋好或者家人先跟他讲，哎，你下载这个 app， 去哪里玩都在这里了，哦，他会觉得，哎，哇，完全感觉不一样，好、哦，就像说我在下个月初吧，哈、哦，我要去日本玩，好、哦，哎，也是全部都，其实我比较喜欢自由行，我就是这样找，所有景点我都自己安排，去哪里哦，我的行程完全是独一无二的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规划也是利用这个方式啊，哎，感觉就会很 OK， 很不错，很好玩 ，OK， 完全可以掌握，而且至少你知道说那个地方应该不是太差的点，好 OK， 试试看哦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